现状下的问题想要解决，都会面对高层无情的打压。那高层会直接用各式名字来按着来，不管是晋升界调职，或者是私底下的压力，导致我们基层根本无法发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上街头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年第二次上街头。我们在网络上有将近20万人的粉丝支持，那我们希望能够让警政高层知道基层的声音，高层要听。我们需要工会，让工会告诉我们基层需要的改革，让我们应有的工时、应有的休假，让高层不要再继续打压我们基层的声音。谢谢。等于说，我们很有可能今天你如果过劳倒下，我们消防人员不仅没有办法救你，可能连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救。所以我们呼吁政府应该要补足消防能力，然后改善我们的消防装备以及我们的消防可以专科化。台湾银行企业工会，一号警消反过来，合作机构银行企业工会，全民安全，大龙公司关机企业工会，加油！这个时候有一群劳工来到了现场，来，我的好朋友啊，郭公子。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呢，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制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我们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10点呢，会在中正大学金声金视广播电台FM88.1 的频段当中会播出。您只要在嘉义地区都可以收听得到。之后呢，会在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 的网站上面会有直播，然后在公布的网站会有完整节目的这个播出哦。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议题哦，其实是要来特别谈一个在每年5月1号它似乎会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劳工上街头。那不过这个劳工上街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诉求，包括几个主要的诉求，就是禁止派遣啊，或者是要缩短工时啊。坦白说其实跟前面几年都差不多，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诉求在这几年会不断的在这个重复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邀请到的来宾是这个台湾劳工协会的秘书长孙友莲，我一起来谈这个话题。友莲你好。哎，中祥你好，大家好。对，我们先随便聊一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的兄弟啦，挂号兄弟管中明下台之后，看起来你很无聊，对不对？没错，我想有一次我在行政院前面高喊着管中祥下台，那次以后，我每次上课上到基本工资，我都会讲这个事情啊。那只差了一个字啊，结果他现在下台，他真的下台了，所以我现在应该不会再喊错名字的。所以中祥你好。对，但是我其实我想说，管中明下台了，他其实上这个是国发会主委，他这个引导非常重要台湾的经济政策哦。那一个人的下台，其实他也下台有大概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台湾的这个劳工政策或者经济政策有什么样的改变吗？事实上啊，我想最近大概台湾有一个气氛啊，有两个气氛。第一个是讲说，就连执政党自己也提出了所谓的加薪四法啊，然后朝野各党也提出了缩减工时啊，一了就论说他们所提出的加薪四法的真伪了啊。但是加薪这个气氛是我想朝野或者政府他们想要去营造的，也凸显了台湾长期以来低薪的问题哦。那当然第二个是缩工时哦，就是说朝野都提出，行政也提出了1周40小时的部分。所以管中你看我又忘记了，管中明啊下台的时候啊，1年多了，那台湾这几年的整体的经济啊，事实上还是处于闷经济的状态哦。那尤其是说我们整体而言，我们的低薪的问题，然后工时过长的问题导致的台湾沦为过劳之岛啊。最近有本书很有名叫过劳之岛啊。那过劳死的个案其实也是我们办公室时常处理的一些个案哦。那我想整体而言整个就业的环境对劳工来讲是相当的不利的。
嗯哼，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它似乎是某种的一个大的经济的政策，或是一个跟国际当然有些关系，它也不会某一个人上台或下台，短时间大概很难去改变，只是在于这些执政者他有没有去改变的不只是心态，而且实际的这个执行的这种所谓的一种动作哦。那不过回到在前几天我们看到的五一游行了，可是五一游行其实每一年喊的口号都差不多，就是例如说要缩短工时啊，例如说要反对派遣啊，那作为一个长期关心台湾劳工运动，甚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的孙友莲哦，你怎么去看这个每一年的诉求都差不多，会不会其实感觉会不会是一群无力者又再次的上街头呢？我想无论如何哦，台湾的教育并没有去告诉我们说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哦，我也借此机会了啊，跟大家来讲一讲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哦。那当然五一劳动节就是争取跟今年的五一劳动节的一个很重要的诉求缩工时有很大的关系的一个事件啊，也就是1886年在美国啊，争取啊那个工会干部要争取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然后遭受了资方跟政府的这个镇压啊，那当然导致说有一些工会干部被判刑啊，甚至死刑啊。那当然因为这样的事件后来平反，把这件定为五一劳动节啊。我在所有的演讲或者是上课，我都会一定要借由那个缘分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是不管如何啊，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全世界的劳工都会走上街头啊，不管是为了自己的自身的权益，包括经济上的权益，或者是像很多国家他们失业率很高，要求政府去做一些事情之外啊，也是纪念这些先辈的啊，他们争取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劳动条件啊。那当然今年的四大诉求啊，包括缩工时，对，反派遣啊，净派遣，然后反过劳啊，要加薪。其实也反映了当前的台湾社会，尤其是整体的劳动环境，他们很迫切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包括说像这个净派遣，我们的派遣非典型雇用的人非常多，甚至政府也带头的去滥用这样的一种雇用，对劳工很极为不利的雇用方式，那造成台湾整体的低薪的问题。过去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劳动部这个部长这个潘世伟曾经说过，派遣低薪派遣是元凶那凶手找到了，当然我们就看到政府拿不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具体作为来限缩或者限制这样的一个派遣的滥用那当然另外两个几个诉求，包括说加薪这已经是台湾共识，那台湾的薪水过低的问题以及长工时加起来沦为血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过劳所以这四个诉求就是反映了当前台湾整体就业环境的一个基本的面貌那当然也是各个劳工团体我们期待说集大家的力量，或者政府也必须要在政策上去让这些问题得到疏解，得到解决的一个做法。我们待会花一点时间来谈，刚刚特别谈到所谓的派遣，或者是包括像工时等等的问题不过我在看今年的这个五一游行，我觉得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不但是今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叫所谓的专业劳工，就是所谓的白领劳工那这个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记者啊，或者是看到这个医生、护士啊，甚至包括有些非常重要的专业消防员、警察，他们都走上街头了那这个其实在过去比较少看到，可是最近这几年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我想如果它也反映出了一个整体社会环境的问题也就是以前我们讲说血汗工厂是单一的企业的血汗劳动条件差，薪水低，很容易发生职灾，然后剥削劳工。现在很少人在谈血汗工厂的大部分都在血汗经济，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经济信仰的模式，然后无一幸免的在各个行业以前大家有一种血汗工厂，它就是蓝领嘛，在工厂里面的工作的这些蓝领的劳工嘛。那现在包括说刚刚主持人所说到的一些这个白领的，或者说专业的职业像记者或者是医师、护理人员。我在2011年的时候承办了五一大游行那是第一次有护理人员将近500人护理人员穿着
呼市府走上街头、嗯啊、那也宣告了后来、这个医护人员尤其是护理人员的这样就是对抗血汗医院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哦、那也好几个工会因此而这样子而产生、哦就 组织起来、嗯、我想这已经反映了一个具体的事实，血汗无所不在，而在这样的一个血汗经济的模式之下、啊、我要再讲说那是血汗经济的模式之下是无一幸免的。那我讲个这个医疗院所的人跟我讲的笑话，好像说他们现在已经进化了啊，已经不只是血汗了、嗯、已经进化到血尿了哈、啊啊。所以整体的劳动环境，整体的劳动条件，事实上对劳工是极为不利的啊。那包括说科技业啊、光鲜亮丽的科技业也是如此啊。以前我们称之他们为科技新贵啊、我去跟这些科技业的演讲，他讲说他们已经变成蛙贵了、啊、其实整体而言，因为这样的一个血汗经济模式，让他们的整体的就业的保障都受到很严重的侵蚀。嗯哼，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哦、包括老师，中小学的基层老师，甚至大学老师，其实在过去不太会被认为说会被认为是铁饭碗，或是不太被认为其实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劳工身份，或是有劳动条件这么差的这些行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是一个血汗的经济。那当然是跟整个台湾比较倾向这种所谓自由主义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在4月30号的时候，立法院其实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社福卫环委员会他其实初审通过劳基法第30条的这个修正草案哦。可以请友廉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劳基法30条的这个修正案的内容是什么，跟我们的劳工跟我们自己的本身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劳基法是1984年在美国强烈301条款之下制定的一个法律哦，所以它也不是台湾劳工争取到的哦，而是事实上就是一个国际的压力哦。那当初的美国的这个压力当然是要求台湾提高工资，提高劳动条件，不然的话美国跟台湾的那个贸易逆差的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哦。对，那也就是确立了三十条在劳基法里面，在1984年事实上是一周工作48小时啊、哦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2000年的时候政党轮替，民党执政本来要修改成一周44小时，对，后来因为朝野的竞争后来变成了双周84嘛啊、哦，所以事隔了15年啊、因为2000年，事隔了15年哦，我们终于又看到立法院来修改劳基法第30条，也就是更确立了一点啊、就是一周4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工时。但是大家要记得，一周40小时是争取了多久的事情啊？1919年，ILO 的第一号公约就是揭示一周44小时的这样一周4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啊。1935年，国际上就已经有很多的国家，他们认为一周40小时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时间啊、哦。那当然，很多国家实质上它也实施了一周40小时啊，然后或者是更低的这样的一个工时。那在台湾呢？台湾过去我们长期以来追求就是劳工要有更充分的这个休息权啊，但是雇主跟官方都相当的反弹的 啊。那他们还是信仰了早期福特这个管理的那种时代啊，也就是好像投入工时就是生产力啊，投入工时就是这个经济的成长的这个利基啊，这样的一个旧思维，所以一直都没有成功。但是哦，公务人员其实实质的周休二日已经14年了啊。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这样子，那个时候背景是当劳工团体要求劳工也要周休二日，政府说公务人先行，让整个社会习惯周休二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结果一等再等三等，等了10几年，终于在今4月30号、那天早上我劳政就在立法院的全贤楼门口就排了用台站排的40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宣誓40工时，同时当然也是一个40工时的运动，就是适合的事啊、最适当的事啊、那当然那天的卫环委员会也初审通过，一审通过劳基法第30条，至少确立了一个方向，台湾未来将进入一周40小时的年代啊。那40小时会不会周休二日？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因为它还有双周变形，还有四周变形等等的这些工时的规定。
可能有一些工时的挪移的这个部分啊，那我想接下来也是像劳政跟其他的劳工团体会持续的去监督的啊，包括说已经非常混乱而且严重伤害劳工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轮班制度啊，事实上也是在未来除了30条确立了40小时之外，后面的条文我们都会持续的去监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初审通过这个所谓的30条的修正条文，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能够执行，我不知道那个背后或者是在那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的存在。那另外一个部分，事实上他似乎也是要把这个现行的工时上限的每月40个小时提高到每月54个小时哦。那也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造成某种变相的加工这个所谓的加班，而这个加班会不会造成其实在整个劳动条件上面更恶化的一些情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教友联。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呢，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制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我们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10点呢，会在中正大学今生今世广播电台FM88.1 的频段当中会播出，您只要在嘉义地区都可以收听得到。之后呢，会在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 的网站上面会有直播，然后在公布的网站会有完整节目的这个播出哦。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呢，能够把我们平常所报道的一些社会运动的一些议题跟消息，能够再进一步的更深入的去了解它背后更重要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它一些 make up 的地方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刚刚邀请到的是台湾劳工阵线的秘书长孙友联，一起跟我们聊有关于劳基法修正以及现在台湾劳工的处境。友联你好。哎，你好。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事实上在这个卫环委员会其实也已经初审通过了这个劳基法这个30条的这个修正案哦。那这个30条修正案是初审通过，那实际上面它还没有经过院会嘛，对不对？那它中间会不会有哪些的过程？事实上，又被整个冲康掉了，或者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在形式上面，在五一劳工节前面之前的一个宣示的一个动作而已呢？我想如果从官方也就是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跟这个执政党立委所提出的版本跟在野党立委所提出的版本都是40小时啊，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应该是不至于被冲康啦，也就是说4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确立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后面的部分后面很多条文啊可能是没有被注意到的，包括说像这个加班时数从每个月上限是46小时，要可以提高到54小时啊。那当然我当然是反对的啊，因为台湾整体的工时过长的问题是要被解决的。那其实行政的版本本来是要提高到60小时啊，后来在大家的压力之下修正为54小时，所以大家用数学减一减哦，前面减了8小时，后面加了8小时，所以我想说，难道行政是在执行一个减多少加多少的动作吗？就是一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一个动作。没错啊，没错啊。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在于说，如果你去看官方的统计数字
事实上我们各业的平均加班时数并没有那么高啊。那除非是我们官方说他们的数字是错的啊。那也就是说46小时是非常足够用的，那为什么还要提高到54小时呢？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台湾整体的工时啊，如果你从主计处的公布的资料的话，我们是比德国啊，以2002年为例的话，我们是比德国多努力了将近744个小时啊，日本多努力了将近450个小时啊，比这个英国多努力了将近400个小时啊。那当然证明了一点，台湾的工时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啊，在国际上在官方的统计数字是仅次于韩国跟香港哦。那但是我们都认为那有黑数，因为台湾的统计数字问的是雇主哦。那雇主可能有违法，他不敢说，所以就把一些工时按扛填哦。但是证明了一点，就是台湾的长工时的问题，是要靠这次的整体工时制度的检讨跟修法去做解决的，去做改变的哦。那如果你这边减了八小时，你那边加了八小时，那最后台湾的长工时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美其名劳工可能因为多了一些加班而多领了一些加班费，但是对不起，如果你去看一些台湾有头有脸的企业或者是说这些大企业的这个所愿意给劳工的这个薪资的结构啊，你觉得劳工应该会做到过劳死，但是还是领不到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报酬啊，因为他们的底薪都非常的低。而加班费的计算往往是用底薪作为基准，所以你根本就是假设劳动部或者行政院他尝试要用多一点加班的时间来给台湾低薪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用方法，当然也是一种缘木求鱼哦。那整体的工时过长的问题以及工资过低的问题是要分别来解决的。那当然劳工团体也会反对这样的一个这边减八小时，那边加八小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整体而言，它可能只会加重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过劳指导的这样的一种问题。不过即使在那个工时上面可能有明确的这种规定，包括刚刚谈到的这个40小时这个部分哦，可是它可能会有某些的行业它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变相压榨的部分，例如说所谓的房仲业，或者是像这个所谓的保险业，那他们其实是用底薪嘛，对不对？那这个你达了一定底薪，但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业绩，那当然今天我其实站在一个我的业绩要冲高，那我的奖金就会增加的这个立场，即使你工作限制我40个小时，我还是会去拼命啊。那这个问题有办法去解决吗？我想法律的规定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哦，就基准嘛，对不对？最低的基准哦。那台湾的雇主却把基准当成标准哦，我觉得这是过去长期以来的问题哦。那你应该是要比基准更好，结果你就以基准作为标准啊，包括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超商啊，很赚钱，但是他也只愿意给工读生基本工资115块啊，他照理来讲他应该给的更多，结果他只愿意给115块，因为他以为那个基准就是标准啊。那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譬如说部分的产业，他可能因为低底薪然后高奖金，那说实在的，我要再讲说，这些产业往往又缺乏工会的保障啊。那当然这些问题单靠修法可能没办法解决，未来还是期待说大家能够用集体的力量去做一些协商，譬如说你的奖金、佣金的这个结构部分的话，法律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规范，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是，劳工有一个依据可以去主张说，雇主不能够去违反这个相关的，其实按照另外一个标准的哈，就是劳动部的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过劳死的认定指引了啊。你每天工作12小时，超过12小时工作几个月，你大概可能就会处在一个过劳死的风险哦。所以这个问题是当然这次的修法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40小时，那之后的监督还是要仰赖劳工自己本身以及说工会能够去更努力的去监督说，让雇法这部分能够去做一些改变，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解决掉工时跟工资过低的问题。
那这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变形，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责任制哦。那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五一游行，其实有一些记者朋友，其实他谈到说，这个记者不是责任制哦。那当然，记者是不是责任制，其实在不管在学界或者在实务界，它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讨论。不过，我想先回到谈这个责任制的这个本身哦，就是说。有些工作它的确是责任制，那责任制是某种程度上面反映说啊，我的能力比较强，我能够很快去把事情做好，那我就可以早点休息。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责任制它确实变成是一种变相的。那这个责任制与否，常常会跟这个工作的产业的性质是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责任制它也常常会变成是雇主变相的去压榨，或者是去增加工时的这种做法。我不知道友联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或者这样的事情它怎么去解决呢？我就借由这个机会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一起来澄清一个事情啊，在雇佣关系里面啊，这组法律关系里面没有所谓的责任制啊，充其量只有责任制的工时啊。那责任制的工时，它是规定在劳基法第84条之1里面，也就是说，经劳动部指定的行业啊，那它适用这个所谓的84条之1的责任制工时。间接性的工作、监视性的工作啊，譬如说保全它不是责任制，保全它是监视性的工作啊。那这些工作呢，排除劳基法相关的工时的规定啊，但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规范，而是说劳雇双方个别的劳雇双方必须要约定啊，参考劳基法的这个工时的规定，约定一个工时的以后，送地方主管机关核备才可以使用。所谓的责任制公司啊，所以事实上，我上课的时候，我时常讲说，举头三尺有 Google 哈，那大家只要去上网去查一下，说什么叫责任制，你就会找到说哪一些工作是劳动部所指定的责任制公司的这个范围内，多啊，大概应该是只有40项左右而已啊，那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工作。包括记者啊，过去可能有很多责任制的工程师啊，譬如说像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只有两个字叫违法啊，叫违法啊。那我还再澄清一次，在雇佣关系里面没有所谓责任制，只有责任制工时。责任制工时是规定在劳基法第84条之1，由劳动部正面表列的这些啊，那工作啊，个别的工作，然后呢？它适用这个84条之1的规范，排除工时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请大家上网去查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在责任制的这个指定的这个范围以内啊？不要傻傻的就被雇主骗。那重视责任制啊，当然劳工团体的主张是这样子啊，应该废除84条之1啊，因为那条的存在就让雇主有上下其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很多的劳工啊。纵使是没有被指定在这个范围以内，雇主跟你说你是责任制，你也似乎也不敢反抗，因为台湾的工会组织力实在太低了。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干脆真的就废除这样的一个后门条款啊，工时保障的后门条款，然后让这个雇主啊没有办法去说劳工是责任制，因为可能在全部都排除的话，那就没有人。是在责任制的范围以内，那这也是劳工团体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自己的这个劳工的权益，其实不是雇主说了算啊。事实上，刚刚特别谈到说，现在有 Google， 现在有很多网络，我们基本上来讲。这些所谓的法律上的保障，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当然，其实更重要是刚刚特别谈到一种所谓的工会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啊、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比较多的努力。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就是有关于派遣劳动的问题啊、哦。我们可以看到，我常在跟学生开玩笑说，我们大学老师都有可能会失业啊、哦。那现在很多人毕业之后，可能连失业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可能没有一个正常的雇主啊、哦。我说正常雇主，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派遣公司。那这个派遣劳动在台湾已经这么多年了哈、哦，那这个所谓的派遣的相关的法令在台湾的保障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根本就应该完全禁止这个所谓派遣劳动这样一种工作的形态呢？我们的主张当然是必须要原则性禁止这样的一个不利于台劳工的这样的一个雇佣形态了啊、哦。那当然，派遣其实说简单一点，它跟国内的一个政策是很类似的啊，就外劳政策啊。那基本上它是服务于雇主的单方面啊。
的需求，几乎百分之百是服务雇主，大部分的需求就是 cost down 的、哦、我借由更弹性的方式来调节我的人事成本，然后获得最大的利益。那这样的一个雇安排的话，对劳工来讲当然是不会好的啊，不会是一个好的一个雇用情况的安排啊。所以劳工团体其实长期以来主张说，我们要极尽所能的去限制啊，甚至于禁止啊这个派遣的这样的一个雇用。当然，如果说有确有必要的话，那当然你就必须要非常严格的去限缩啊，譬如说像正面表列。我举一个例子，然后每次记者媒体来访问我说对这派遣的议题的时候，我就讲说什么叫正面表列。今天如果文字记者被指定说可以用派遣，摄影记者说没有被指定，那个需求才会被真正辩论出来。也就是文字记者可能就会去 argue 说为什么我可以被派遣，而摄影是不能被派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所谓的派遣支持的人，或者是说主张派遣需要被存在的人，他们的那样的一个需求跟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被讨论出来啊。那当然，原则上台湾过去的这个问题是从政府机关到民营企业被滥用派遣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当然，从政府机关的角度的话，他们除了 cost down 啊，还有包括政府总营业额的。这个相关的规范其实很讽刺的，因为那些都是政府的核心业务啊、那都用透过一个不稳定就业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个在劳动部现在叫劳动力发展署以前叫职训局的派遣劳工打电话跟我讲说，秘书长，当初是11月了哈，秘书长。我在帮人家找工作，但是我下个月搞不好就没有工作了。我觉得这是何等疯，对，因为找工这个事情是何等专业跟何等重要的一个事情，结果我们却用派遣的方式来做处理啊。那当政府可以做的时候，民间企业当然是以法效尤嘛，那就会用同样的方法去这个压低这个工资嘛。所以从整体而言。第一个现在处在平台的劳工，他的权益应该要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所以我们在《公司代》那本书里面就主张说，在劳基法的专章里面去专户处在派遣劳工的劳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劳工啊。那当然，未来在整个制度上应该是要假设真的是为了要保护派遣劳工，就应该要正面表列啊。什么叫正面表列？就是哪一些产业、哪一些行业，它可以使用派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劳工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嗯哼，事实上，如果更广义来看到派遣，包括很多大学或是所谓的政府机构里面的专案人员，它其实也是类似这种状况哦。我最后举一个例子来做结束，就是在有些国立大学当中的专案人员，他其实考绩被评比之后，他是没有任何的申诉的管道，这跟所谓的公务人员事实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到底怎么死的，他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一个国家的机构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难怪这个民间机构。都会起而效尤。今天非常谢谢孙友莲来接受我们访问，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友莲来看更多的问题。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谢谢，拜拜。天空的眼泪洗过了世界，还来不及发现，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心中的黑